我因为新郎在忙，没办法来参加婚礼，所以说新娘自己组织了一场婚礼。只有新娘没有新郎，这个新娘要跟照片结婚，这个婚礼还真的很特别。兄弟们，我是李新勇，现在呢我在几内亚的科纳克里，然后今天呢过来参加一个这个非洲人的婚礼啊，因为这个非洲人这个是我们那个朋友的一个员工啊，然后过来去参加一下，看他们婚礼是怎么样子的。现在时刻是下午5点啊，人们开始就渐渐的入场了，就开始慢慢的有人往里面走。这边婚礼比较特别的是，它不是这个中午办，是晚上办啊，快要天黑的时候，一会儿天黑了可能人才济齐啊。你怎么也画了口红了，盛装出席啊，你这是？对，穿的脏兮兮的。挺好的，你这个穿的也挺像手工梗的，像大网红。没有没有，挺好，挺好的。这个婚礼的结婚照也是 P 的非常时尚啊，就是抠图抠出来的，然后做了个背景布啊。他们为什么没有在一块拍呢 ？P 在了一块。然后这里有一个婚礼的大舞台，大舞台的话是一个两个椅子，就这时候呢就会一边坐一个新人，然后看他们举行什么样的仪式。但是这个大舞台的背景呢是这个新人男方的一个照片啊。看得出跟男方对自个儿的这个容貌还是挺自信的啊，然后把自个儿贴在了正中间。我感觉今天这个天气不太好呀，会不会一会儿就下雨了？你看这个天气啊，这个阴云密布的，可以看到我背后的每一个人都是盛装出席啊，都穿得非常非常的正式。每个马达姆都化了妆，戴着假发。其实非洲这边你看到很多人是直头发是直的啊，这种直的头发全都是戴着假发啊，都没有说自个儿原生的头发。就算头发拉直的话，也会很蓬的那种直，不是这种很顺的直。可能假发摘的就是短发，1公分的短发或者光头啊。看得出他们穿都非常隆重啊，这个金光闪闪的，然后各色各样的衣服啊，从头到脚的，对，还有手上的首饰都包得特别细致。不像我跟贝塔两个乞丐装啊。你还是乞丐呢？你是手工梗。我说好歹我还擦了个口红，不像你。我戴了一个假发呀。你有没有偷偷的化妆？我还拿电烙铁烙了个酒窝，你发现割了个双眼皮才过来的。可以，很有诚意。对，诚意必须满满的。那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哇，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赶紧来收桌子，收桌子。啊，这个办活动是最害怕就是下雨了。这下雨了，这婚礼怎么进行呢？他们都是室外的这个舞台，但他们在着急忙慌在收凳子啊，就是小哥哥们就是收起来了。怎么进行这婚礼？哇，这雨下的稍微有一点点大呀。哇，越来越大了。现在避雨团伙分成了三组啊，我后面是一组，然后前面有一组马达姆避雨团伙，那边呢有一种这个赖伙一帮这个男性避雨团伙啊。我估计还有一半的客人没有来，他们估计都在路上在避雨了。因为这边不像中国，很多人都有车，这边很多人都是这种骑自行车呀、摩托呀，甚至步行来的。这边有一辆摩托都是属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当啊。现在又有不断的有宾客过来了啊，这个雨越下越大，越下越大。Amigo, small English.Yeah, I mean, I speak English. It's how many minutes? How many times? 20 minutes. 20 minutes, oh, good, good. 都怪你，要不是你说要下雨的话，根本不会下，乌鸦嘴。所以你以后要闭嘴，知道吗？对。要学会闭嘴。对，你肯定不会秃头的，我相信你。又开始有宾客骑着摩托过来了啊！哇，这哪里要停啊？这等了半个多小时了又。越下越大了，这个张东升啊，不是这个赖总在这儿还在这抠手机啊，发愁啊，一脸愁容，自个儿员工结婚赶到这个日子。哇，张东升去爬山吗？不是，赖总去吃饭吗？一起爬山吗？哇，这是婚车来了。这个是那个哪个是新娘啊？新娘在那里。新娘在车里。哦，在这个车里边。哇，盛装出席。是这个吧？这新娘怎么还带个包呢？哦，不是这个，这个是新娘。哇，新娘出来了，盛装出席啊，洁白的礼服。哇，现在天晴了啊，现在重新开始搭建这个场所啊，要把这凳子放回去。这个雨下来是停的还是挺及时的，正好赶上要开始的时候停了。新娘的爸爸死得早，然后他两个女儿比较珍惜，然后完了去加拿大留过去，所以他们俩都会加拿大留过去啊，对，都会加拿大。
俩姑娘，他们他妈就俩姑娘是吧？对，把他们两个拉扯大，但是他妈一个人把他们送出国留学，留完学回来，到了外资企业上班，去外资企业上班。现在是婚礼前的拍摄环节啊！哇，他们穿的衣服都好好看，五颜六色的啊，都非常隆重。这场婚礼在艺术方面也是比较有追求啊，咱们请来这个十里八乡比较出名的一个乐队啊，这边是一个琴，然后这边是电贝斯还有吉他啊，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经过特别调音的鼓，它上面是缠满了胶带，然后呢这边经过了特别的调音啊。你看，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吉他，这个算是童子功，所以说我弹吉他这方面还是很优秀的。整个学校三年级半就不学了啊。你跟弹棉花似的。弹棉花喽。然后这个大姐呢是拿了个喇叭，她不是主人要求过来的，她是属于就跟在国内那种拦婚车要钱的一样的，就是哪有热闹就碰到哪儿，完了拿喇叭喊点祝福的话，让别人给钱啊。这边这个新郎家请乐队是不用花钱的是吧？要花钱吗？要花钱。You need to pay money, right? When you run the 那他们怎么还跟客人们众筹呢？众筹那是另外的嘛，另外的。那叫什么红包嘛？应该是。哦，这样子。国内的红包是吧？这样子。这边干乐队会有两份收入啊，一份收入是来自于这个新郎新娘这个请他们的费用，还有一部分收入吗？咱们一会儿他们会拿这样个脸盆，然后去跟每个客人去要红包啊。就是刚才就跟我们要了三万啊，要了三万。Mercedes 拿一个就行，拿一个就行。这就是婚礼的饮食啊，一会儿就吃点这个，喝点这个，然后开始婚礼之后开始跳舞，他们一跳就跳一晚上。你该给他随礼随了多少？观众耶，100万。像这里一般随礼是随多少呢？一般我随个拿个100万发吧，然后100万给宾馆。啊。为什么没有看到新郎啊？新郎。新郎就是没见着，就是就只见他的画像啊，只闻其像不见其人。对啊，新娘是 bride， 新郎怎么说？什么呀？新郎的英文你字都不会，你看没好好上幼儿园。新娘我知道。新郎是那个 new wife 吗？新娘是那个 new mother 吗？Ask question. This question is very important. You say when you're married with somebody, the husband is not here. Why? You get married. Why did that come here? No, the husband becomes a big but. What time? Maybe after 1 month. Why? I never see new wolf. It's very different. We have some month. The month is good to get married. It depends the month, like this month. Then you can choose another month. Maybe it's busy, maybe it's not here. I don't know why. 哇，我惊呆了！这是非洲，只有新娘没有新郎。这个新娘要跟照片结婚。这个婚礼还真的很特别，代表有个代表，就是代表新郎，就是新郎有个代表是吧？对，啊，新郎他，新郎的替身，啊，新郎的替身啊。那这个新郎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来呢？
这个不知道，然后那个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所以不过来参加婚礼，这个有点离奇。在其他国家啊，有可能是哈，你刚才问了一下啊，他说是这个新郎在忙，然后可能在别的国家，所以说没办法过来参加婚礼，所以说这场婚礼呢就只能是新娘自己组织，然后呢和新郎的照片出现，但是新郎呢也不会说完全不出现，他会派一个代表过来，可能自己的兄弟，可能自己的好朋友啊，就会代表他过来去代替这个新郎去结婚。他们好像给都是50-500吧，是啊，这是随礼吗？还是？哇，现在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啊！邻里八乡的全都过来了。然后呢，这个只有新娘的舞会就开始了。新娘呢是在屋里边和一群人进行了祷告，然后祷告完之后呢他们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进香跟新娘拍照，拍完照之后呢就有主持人在旁边唱歌，然后有人跳舞，然后整个舞会呢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只有新娘没有新郎的婚礼，但还好他这个整个家庭还有亲朋好友都在为此付出，然后都很热情，没有让这个新娘一个人再次尴尬啊。他们为什么在新郎不在的情况下结婚我不得而知，但是希望这对新人能够像今天天气一样过天晴。然后呢，现在有渐渐的有客人简单跳了一下，然后送完礼金之后呢，就准备坐车回去。哇，这是这个婚礼的饭是吧？结婚的这个饭叫什么？这个叫喜饭是吧？看看这个非洲这边的婚礼吃什么？然后一个盒饭。哇，这是一种非洲的米饭，这非洲米饭都小粒的是吧？然后还有一整块鸡肉。他们吃的话就是拿手吃吗？嗯，对，可以吃，没有叉子身上是吧？没有，他们用手抓。你吃完没纸吧？用这个，因为这个这边吃饭都是习惯用手抓啊，所以说我简单拿这个泡沫盒子做了一下，然后咬尝一尝这味道。嗯，这个米饭挺入味的啊，里面撒的咖喱，好辣，好辣呀！很辣吗？辣味的，不错不错，味道不错，牛肉，嗯，这个是个鸡肉啊，鸡肉啊，味道非常好。这个饭叫做舞蹈能量餐。因为据说他们跳舞，上次跳到几点？跳到一点是吧？一点我还没结束，就是必须得吃饱喝足，还有力气去跳舞。这个又是另外一个东西，这个是酸奶。看来说他那个婚礼还挺好的，就是各种挺全的，有饮料，有面包，有酸奶，还有饭，还有肉的啊。哇，这个里面是像这种西米露一样的东西，酸奶西米露。相当好吃，嗯，尝尝味道绝了，我们吃不下的就分给本地小朋友了。哎，把酸奶，好几份盒饭。